看看新闻网。歌手王杰近日在广州为其即将登场演唱会宣传造势，尽管演唱会箭在弦上，但出道多年的王杰却已经萌生退役。据他自己透露，明年发行完新专辑后，如果可以选择，他将不再做歌手，因为十多年来他都被外界误以为是浪子，负面新闻缠身，然而事实却并未如此。在这十多年来，我受过的委屈其实多到不胜枚举，包括很多人说我酗酒啊、好赌啊，或者精神有病啊、会打人啊，什么都有，什么怪事都有。其实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是一个不喝酒、不赌钱的人。发布会上，王杰也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娱乐圈潜规则不少，其中有一条就是部分媒体和艺人之间达成默契，帮助艺人维护形象，刻意向公众隐瞒真实状况。那我们先到去这边。不管是吸毒也好，或者干了很多坏事也好，媒体永远都不会登出来，因为记者本身跟他们就是私底下是一个团体，你如果不是那个团体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因为没有人会写。